科学家与中国产生化学反应。我11岁的时候有两个爱好，一个是化学的，因为我在家里可以做了很多化学实验。第二个爱好是什么？就是中国。20年，奔走在科普路上。我看你对科学很感兴趣的，改行，改行吧，改行。改行可以吗？我可以改行吗？小田对话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戴伟博士。风云对话正在播出。他是埋头于实验室瓶瓶罐罐间、满头白发、身穿白大褂的化学家，他是孩子们眼中的魔法师，也是会说流利普通话的牛津大学博士。戴维出生于英国伯明翰一个教师家庭，11岁时，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让他爱上了化学。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戴维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87年，戴维第一次来到中国，并爱上了这里。1996年，戴维受邀来到北京化工大学工作，从此便留在了中国。20年间，戴维除了科学家的身份，也一直致力于开展化学科普，并在社交媒体平台直播科学秀，成为了百万级网红。风云对话专访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戴维。戴维教授您好，非常感谢做客风云对话节目，非常期待我们的这一次访谈。你好，你好。能不能给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些年来您是如何与中国、与科普、与网络结缘的？跟中国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很长，希望你有时间听。我11岁的时候有两个爱好，一个是化学的，因为我在家里可以做了很多化学实验。第二个爱好是什么呢？你想一想，就是中国。为什么呢？因为我说的，我11岁的时候，就是70年代初，改革开放还没开始，所以跟现在不一样。在英国没有关于中国的新闻，这个是挑动我的好奇心。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我11岁50多年之前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我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我订了《北京周报》，每周都收到了，看《北京周报》，了解一些中国的情况。虽然那时候中国本身是比较穷，但是还是帮助更穷的非洲国家，跟现在50年以后还是这样。那戴教授，您说您11岁的时候就在家里自己动手做化学实验了，是吗？是，对对。那家里，比如说家长会有担心实验的安全性吗？对，肯定所有的父母肯定要担心。我刚开始我在厨房做，以后我母亲说在去外边，在我去花园，在一个小朋友，但是因为那时候孩子都是肯定第一不太了解化学，也是很勇敢。英文我们就说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 或者中文是不是说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对，我是不怕虎。现在你让我重复我一些实验，11、12岁的时候做的，我现在不敢重复了。是吗？但11、12岁的时候，那您去做一些化学实验，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比如说有没有一个目标，我以后要做化学这方面的科学家、科研人员，还是说其实也没有，就是纯粹的一种好奇驱动您在那个时候把自己的时间、兴趣投入到这个方面呢？对，刚开始就是好奇心，但是我妈妈就发现，哇，这个化学真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初中、高中开始学习以后，去牛津读本科、博士都学习化学，以后毕业以后决定变成化学家，所以这50多年的兴趣还没变。说到这里的话，其实有一个话题我比较感兴趣，就是好奇心
跟科学研究的关系，我自己在科学领域这方面的一种理解，或者说是我的一种理想化的一种图像，一种景象啊，是我会认为纯粹的科学家其实应该保护他们的好奇心。对，你说的对，当然科学家需要好奇心，不管是要做技术研究或者做应用产业化，也是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了，所以都是要好奇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学生认为我的任务是回答问题，不是，学生的问题是提答问题，这是最重要的。爱因斯坦就说的是提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重要。2018年，戴伟在自己助手的帮助下开通了直播账号“戴博士实验室”。蘑菇云、大象牙膏、法老蛇，这一个个本该出现在孩子读物中的名字，走进了化学实验中。而这位戴着标志性护目镜、说着流利中文的科学家戴伟，在短短几个月就吸引了百万粉丝，单条视频最高阅读量达1500万次。被称为北京化工大学邓布利多的戴伟，在风云对话连线现场也为我们变了一次魔法，而小田也和坐在课堂里的学生一样，一起见证了化学的奥秘。戴教授，我们能不能够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也亲眼目睹一下您做的化学小实验呢？好，希望你的观众会变成我们的粉丝。好啊，所以我好，所以这里能看到吗？是什么颜色的？黄色。你确认吗？真的是 yellow 吗？啊！真的。褐色。有点带青色。啊，对，是。你看，看到你的反应，第一个反应是哇，对吗？但孩子也一样，但是。我还年轻，对。成年人孩子都一样，就哇很神奇、但是我跟孩子说第一句话可以说哇很神奇，但是如果你们想变成科学家，你不能说哇很神奇就走了，要提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很多学生认为我的任务是回答问题，不是，学生的问题是提答问题，这是最重要的。爱因斯坦就说的是提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重要，所以孩子们要看到的，我说你要问为什么 why？ 摇动，然后促进它分子作用吗？哟，你看，就是一个很好的科学思维。科学家不能随便肯定，科学家为了肯定，为了验证，要做什么呢？科学家要做实验。所以你看，你怀疑是因为我给分子更大的能量，促进化学的反应。但是你看，我是这样动的，颜色变了没有？没变。动得挺快的，动得挺快的，但是没有。所以虽然你的假设很有道理，不能解释这个现象，咱们要想一想，这个瓶子都能看到这个黄色的液体，但是上边有什么？没有哦，空气，空气哦，不能忘记空气，是不是可以怀疑是液体和空气混合，颜色才会变？哦，所以我们要，但是为了验证，我们要做实验。哇，被氧化了。哟，真不错。但是这是假设，通过实验还没有验证。咱们看，怎么把这个空气放出了呢？最好的科学家。最聪明的科学家会提到最简单的方法，不是最复杂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把这个空气释放了是什么呢？如果我拿另外一个瓶子，哦，把它装满。对，这个瓶子有空气，但是这个瓶子几乎没有。对。这样可以把瓶子要了看，如果颜色变化真的跟空气有关，现在没有空气不会变。
如果跟空气无关还会变，要了，变了没有？也没有，没变，没变。为了确认，我可以把那个液体路过空气进那个瓶子。如果颜色变化真的跟空气有关系呢，它应该会变。又变了，又变了。所以这两个线就告诉我们，颜色变化跟空气有关系。有。刚才你说的对，说的对，是跟空气的氧气有关系，就是一个氧化反应。我们就希望是这种的，给孩子介绍，第一是一看，哇，跟魔术一样。作为讲你想讲的科学思维提出一个假设，通过实验要验证。但是我们更希望是跟你刚才说的一样，让孩子们自己要动脑子设计另外一个实验。我知道了，给孩子们展示这样的化学实验，可以让他们更加敬畏自然现象，但同时对后面的逻辑以及科学更有信心。有，我看你对科学很感兴趣的，改行改行吧，改行。改行改行可以吗？我可以改行吗？好好，欢迎欢迎。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戴伟发现，除了大学，很多中国学生在中小学做实验的机会太少，这让很多孩子在好奇心最强的年龄错过了接触化学实验的机会。除了常规科研项目之外，戴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科普工作中，经常去到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科技馆、子弟学校、偏远地区，为孩子们展示趣味实验。他先后走过中国30个省市区的300多座城市，为20余万中小学生和公众开展科普讲座600余场。戴维在中国的奇幻之旅还将继续。我想您现在投入很多的时间，您很多的精力在做化学科普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是不是也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去鼓励培养年轻学生在这方面的好奇心呢？是，我是以前在英国的时候做了一些化学科普，因为我们在英国做科普的历史有久，不是最早的，但是比较早的伟大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法拉第，但是经常给周五晚上给成年人讲科普，快到圣诞的时候就给孩子讲那个 Christmas lectures， 是非常有名的，所以。我来了中国以后一直就想做，但是刚开始没有一个机会，就在大学跟其他的老师一样的讲课搞研究。但是等到2011年，就是联合国决定是国际化学年，所以我2年之前我建立一个英国皇家化学会的北京分会，因为是国际化学年，英国皇家化学会的主席David Phillips 教授，他说我给每一个分会1000英镑，让你利用这个钱要促进化学的发展。以后我周末我带我们实验室的研究生，我们租了一个面包车去大公司自己学校，让孩子们自己上课动手做实验，就是从这里开始。所以如果人不学习化学，我们化工大学的生源在哪的，未来的化学家在哪的，所以我觉得要做科普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吸引更多的孩子跟我一样小的时候喜欢化学，决定变成科学家。习近平主席经常要强调这个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同等重要，习主席经常说是跟飞机两翼一样，所以国家也支持科普，所以希望是通过我们的活动会吸引更多的孩子选择学习化学变成化学家。但是实际的我觉得做科普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因为我们希望是少部分的孩子会选择变成科学家变成化学家，但是我觉得所有的孩子上我们的科普课，我们的参加我们的活动有收益的，因为现在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科学思维，现在当然科学家肯定需要科学思维，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因为现在的信息太多了，你怎么样判断真伪的，谣言太多了，你不能说哇这个网站漂亮我就相信它，
这个朋友说没有说服力，我就相信他。你要用科学的态度、怀疑的态度说，你的证据在哪？所以希望是通过我们的活动，我们让孩子用科学的方法。如果你回家奶奶跟孩子说，孩子，我给你买一个很好的洗发水，因为对你有好处，因为里面没有化学成分。结果孩子会说，奶奶，我上了戴博士的化学课，你的洗发水里面没有 HRO 吗？肯定有很多化学成分，所以就最好是通过我们的活动，孩子也会教育家长，让他们用科学的方法要分析问题。那戴教授，您在平时生活中和人沟通对话的时候，您会不会经常想，哇，他好像有科学逻辑，然后跟另外的一些人在沟通的时候会觉得啊，他好像缺乏科学思维的训练啊？对，因为现在刚才说的这个谣言是太多了，不，这两年有疫情，不是谣言是更多嘛？是不是？不管在中国，在国外，这种的要怎么避免的新冠病毒怎么治这个病？有各种各样的谣言，但是基本都没有科学道理。因为我们不搞医学，但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为一个贡献是要培养人的。科学思维怀疑的态度，你别盲目的相信别人，你要看如果没有证据就不相信，避免危险。所以说通过做这样的科普这样的项目，很大型的广泛的项目，也是为了更好的培养年轻人的科学思维，让他们能够誉为纯真。对，不仅是为了培养未来科学家，这是一部分，但是也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目标。而且我有发现啊，戴教授，您在实践这个科普项目的过程里面呢，也是身体力行啊。一方面呢是通过网络有呈现一些很有趣的化学实验，另一方面呢，你也是真正的到一些很远的地方，是吗？要跟一些很偏远的地方的学生互动。啊，对，是啊，因为在开始做科普，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你说的很偏远的地方，我如果能。同时有两个地方要邀请我，一个发达的城市和一个偏远的地方，我肯定要选择偏远的地方，因为这种的孩子更需要。所以我去了不少的地方，在大陆西藏我去了旅游，但是没讲过课，其他的省自己去就像是我都讲过课，都参加科普活动。但是中国这么大，中国的学生这么多，我365天要去外边讲课，还能见到的学生太少了。所以2018年，我的助手苏老师回山东老家过年，苏老师回到北京跟我说了，我们应该把一些化学实验的短视频放在网络。他跟我说了，我估计没人看。我说行，我们是科学家嘛，我们要通过实验要验证，如果没人看，我们不要继续。所以我们就放了一些有趣味的化学实验，就发现。有人看，所以我们就已经坚持了，现在已经和18年，现在已经到第4年。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戴伟受邀参加。他是发言的7名科学家代表中唯一一位外籍科学家代表。在他眼中，什么样的国际教育交流是有效的？教育合作的核心又是什么呢？那戴教授啊，您在2001年的时候呢，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友谊奖，2004年被英国皇家化学会聘为卫士 Fellow。2006年呢，荣获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是有效的国际交流？20、30年前国际交流呢，可能更多的是单行性啊。您说，那您认为现在的国际合作格局是什么？那能不能请您讲一讲国际合作和全球化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对，你说的对，我肯定是30年之前，大部分的外国科学家。觉得他们来中国是帮助中国，但是就是一个单行线，但是现在就是一个创新线。我们
实验室跟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合作，他们每次都来了，我们也向他们学习。但是他们每次都说：“哟，我今年学到了很多。”所以就是要优势互补，双方都可以得到新的知识，以后促进合作。最失败的国际合作，如果两个人有矛盾，可以说一加一等于等于一或者零，最不乐观。但是一加一等于二不是最好的国际合作，因为一加一等于二都可以单独做，最有效的国际合作就是一加一等于三，两个人是都有自己的特色，优势互补。加在一起合作，能得到两个团队，分别做的得不到，所很有以意思啊，您讲的这个国际合作，看一加一到底是等于一还是等于二，等于三，是不是也可以理解合作的两个主体或者个体之间是否有对的 chemistry？对，是，那怎样才能确保双方或者是多方能够有对的 chemistry，让这样的国际合作是有效的，是能够一加一大于二的呢？对，所以应该是，都是要，长期的，要合作。以前除了说是国际合作的单行线，经常是短期的，人要来了一次，要有这样做，要签了一个协议 MOU 以后就吃饭就走了，这个没有很大的意义。现在我们有长期的合作，我们跟牛津大学的 Matthew Hale 教授，他也是我的同学，所以我们跟他有十多年的合作，长期的合作。他经常疫情之前来实验室，他的学生来我们实验室，我们的学生去他的实验室，所以就有得到这种的，有长期有个人好的关系，互相了解，然后互相相信，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就是在发生这种 chemistry 之前，要确保两个元素首先都有经过很好的培养和准备，然后在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也要在一个有利的、健康的和友好的环境里面去进行，是吗？对，因为互相了解可以促进这个合作，也是用这个化学的类别要知道是怎么促进这个合作，要叫催化剂，然后各种各样的催化剂也会促进这个长期的有效的国际合作。真有意思，谢谢戴教授，好，谢谢，好，谢谢，拜拜。前不久，我们把一个软软的玫瑰花放在液氮里面，在零下196摄氏度，花瓣的水结冰，把它拿回来一碰，哇，就破碎了，跟很薄的玻璃一样。看到这个视频以后，有的老铁问戴博士，如果拿回来放在温水，会不会恢复原来的软的性格呢？当然是通过实验要验证，回答这个老铁的问题。所以先把玫瑰花放在液氮里面，玫瑰花的温度下降了，水开始结冰。现在不怎么放出氮气，就说玫瑰花的温度已经到达液氮的温度。好，把它拿回来，把它慢慢放在温水。先结果如何呢？哇，还是软软的，为什么呢？大家应该都知道，水结冰，体积会膨胀了。如果慢慢结冰，冰的颗粒会长得很大，肯定把细胞壁破坏了。但是在液氮，降温的速度很快，水结冰特别快，这个颗粒都特别小，基本没有把细胞壁破坏了。但是能看到有一点的细胞溶解了，因为水带一点颜色。请你仔细的看，有点意思。红色的玫瑰花会释放蓝色的颜色。一看到这个蓝色的水是哪种的物质呢？加一点盐酸会变成红色的，所以释放的物质就是一个酸碱指示剂。所以快速结冰，玫瑰花基本没有破坏了。但是你可以试一试，放在冰箱，让它慢慢结冰，效果是一样吗？这个实验你自己做。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时事直通车。